家好，我是詹维忠，在羊年想问问人际关系、兄弟朋友的感情好不好？神明保佑，选神、选民、选宝、选佑呢？神，人神殊途，你只能求神帮助吧。代表人际关系确实有一道很大的裂痕。神中带一个申请的申为猴，猴属猴的都是你的贵人，不妨参考一下。明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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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带一个日，又带一个月，代表白天晚上都有好朋友来交往交际，但是月带一个肉，羊年不吃肉，有时候你付出的多得到的少，好心没好报，要稍微谨慎一下。宝宝宝宝宝，宝中带一个呆人呐、啊，人际关系怎么会有呆人呢？代表很多人呢，你帮他忙，他就不能感受到你自己可能是一个呆瓜或呆人，付出多得到少，你人脉虽然广，但也可能是空跑或是空转，这个要注意到了，少跟呆人交往，或自己变成呆人哦。又厉害了，厉害了，为什么？又有个又，我们中国人说左右逢源，旁边有个衣服，羊年又披了个彩衣。基本上人脉关系非常好，但是为了披彩衣就是要付出付出付出。付出